솔직히 말해야 set it. 비교해서 미안 그녀 함께하다 너와 놀면 아픔이 나 yawning. 네, 下雨了. 你们那儿有下雨吗? 你们那儿有下雨吗? 那口口红不知道掉哪去了，我的那口口红真的太容易掉了。我发现，你出门不看天气预报吗？我不看，我出门从来不看天气预报。我是经常那种家里明明有伞，但我走到楼下突然发现下雨了，然后我就不会上去拿了，就会淋雨，淋雨直接淋到小区门口。感谢我们军师的皇冠，谢谢。我就这种性格的那种，就不会去看有没有，就是对天气预报。哇，谢谢鱼头哥哥的66张班卡，恭喜你拥有了苏苏的7期粉丝牌啦，10期粉丝牌可以进微信粉丝群哦。谢谢鱼头哥哥的66张班卡，谢谢鱼头哥哥的班卡，用了35张班卡了。谢谢我们鱼头哥哥的班卡，鱼头哥哥大气，谢谢班卡。看看我的床，好，今天就是日榜哦，这样子。本来想去看你的，然后呢？恭喜我们汉堡剩下7期粉丝牌。你干嘛说本来？你都没有来。后来去吃咸鹤壮了，看来是火锅对你来说比较重要，扎心了。你不说我还不难过，说本来准备去看你的。后来去吃咸鹤庄了，果然还是火锅比较重要。你这个吃货，感谢我们小迷弟的魔法指环，谢谢我们小迷弟的魔法球，谢谢。真的，你是既然是吃的比较重要，天哪！不说不觉得什么，说完就气死我了。谢我们小迷弟的魔法球，谢谢。当然吃重要了，就吃的和我吃的重要吗？真的是，我的天哪！然后今天就是，虽然说是小兵对吧？我不知道他在不在。今天好多就是来过来的水友，然后是一直是淋着雨的，就后来有没带伞的，有淋雨的，真的怕你们感冒了。我当时就是太认真的在卖东西了，然后卖完之后到我自己拉完肚子想起来，今天好多水友就是好像是在淋雨，然后很多群里头小伙伴也可能没带伞，是在淋雨的过程。希望你们不要感冒了，回家赶紧洗个澡，洗个热水澡，知道吗？不要感冒了，不要感冒了，知道吗？不然我会内疚的。好像小兵就好像是在淋雨的，对不对？对吧？哦，就是，哇哦，谢谢鱼头的。哟，谢谢鱼头哥哥的哟66张星空卡，谢谢你的66张班卡，谢谢鱼头哥哥，鱼头哥哥大气。感谢鱼头哥哥，谢谢你。我今天跟他们说。今天跟他们说想剪长头发，但是他苏菲竟然他们都说我短头发好看，我说好，说我适合短头发，那算了吧，那就但是就短头发好了，就忍一段时间，但是短发上镜感觉没有那么好。谢谢鱼头哥哥的时空战机还有星际飞车，谢谢你。这是在说今天没有去看我是不是有没有一点遗憾？我就没看到，有就多少人，就都没有跟我说你们是过来看我的吗？我都不知道。开播提醒。一个小时内只能发送一次，不能发两次。肚子拉稀脱的还有力什么？还有力气唱歌吗？有力气唱歌啊！啊，跳舞，我再歇一会儿，可能晚一点，或许能给大家跳。现在肚子，我的肚子就拉肚子拉虚了，就还得再歇会儿，再歇会儿可以，先歇会儿，一会儿可以。恭喜我们桑尼升级了粉丝牌呀！今天好像是 Mina 是不是在打那个粉丝节是吗？人少了，孙就是我的啦！
早。你问问米娜不就知道了？没事。哎呀，好问。米娜再上这个点。感谢我们汉堡的五张班卡，恭喜我们汉堡升级到了八级粉丝卡啦！然后十级粉丝还可以私信房管，请微信粉丝群哦。里面还有漂亮的小姐姐，还有我。哎呦。谢谢我们色胆包天的永恒钻戒，谢谢你永恒钻戒，恭喜你有三级粉丝牌啦！是的，唱两个魔法球凑人头喽，换一首歌，今天可以唱开场歌了，唱一首歌，看看啊，今天是 1.2 倍亲密度，今天是周日最后一天，我们超级粉丝团最后一天，今天是 1.2 倍的亲密度，大家今天升粉丝牌会很快哦。苏苏今天白天户外，晚上直播不累吗？但是那你们不想我，不想我陪你们多一会儿吗？感谢我们保安的魔法球，谢谢。那你们不想我多陪你们一会儿吗？真的是感谢我们手语升级的四级粉丝牌啦。还差一个啊，我的口红不知道掉哪了，你知道吗？就找也找不到，烦死掉了。我的口红老是掉，前两天刚刚出现找到了，结果又掉了。感谢我们小贱的魔法球，谢谢你，恭喜我们999升级到四级粉丝牌啦，恭喜。想啊，再希望我多休息。嗯，哎，不行，我老是睡觉。我只要一睡觉的时候，就睡得特别沉，特别死。感谢我轮播的班卡，就容易今天就迟到了，就睡得比较久，所以我觉得那可以没事儿多播一会儿吧。感谢我们 KK 的魔法球，谢谢我们 KK 的魔法皇冠，是你中的吗？哇，牛逼！谢谢我们 KK 的魔法皇冠，这手气可以。感谢我们你们，谢谢我们升级到了六级粉丝牌，谢谢我们苏涵涵是在九级粉丝牌，恭喜恭喜恭喜！谢谢蔡徐坤，啊，笑死我了你。这衣服挺好看的吧，新买的，是个包臀的。欢迎我们帕扎尼，你直播间运气还是很好的是吗？坤坤，那你 KK 吧，你可以，你十级粉丝牌了，你可以私信房管进我们的微信粉丝群的哟。欢迎我们的松子湖，刚才看直播回来，苏恩做的红烧排骨真香，对，我做的，我跟你说，我你不要看着我现在这个样子，我跟你说，我现在做饭贼厉害，我现在做饭贼厉害好吗？贼厉害。只剩最后七分钟了，最后七分钟是什么？今天是只剩最后45多分钟，今天超级粉丝团都过去了。我先开场我们的
开场歌，唱首开场歌。你信了？我没有，我现在做饭真的很厉害，真的是我一个人能做好多好吃的，就那一盘菜我都能自己做。你不相信我吗？谢鱼丸。可不可以不想你？需要振作一下。七八九月的天气，像我和你需要下一场雨，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像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能不能让你清醒，还是快乐的事情，我只有真心而已，世界末日我都不会离去，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像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呜呜呜，我是一只站在岸上的鱼。哦，还不是趁机唱歌。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像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为什么不能在一起？我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像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呜呜，感谢我们和日望之的小厨娘，谢谢你的小厨娘，谢谢。啊呜啊呜啊呜！我不行，我感觉。我的口红没有涂掉，就找不到那个深色口红，感觉我失去了灵魂。你等我一分钟，我去把我的口红找到。我以为晚上不播了，是不是 surprise？ 感谢我们知音的幸福券，谢谢。哦，对，我摆摊太累了，需要招呼直播间的，要招呼人的，然后吃饭就吃的好累，然后又拉肚子又拉虚了。感谢我们知音的幸福券，谢谢。
还要找到灵魂了，换了件。好了，我找到灵魂了，终于去找祖传的口红了，祖传的口红，笑死我了你，祖传的口红，这么快找到了？没有，拿了个新的口红，我之前那个找不到了，拿个新的了，陪大家入睡，伴大家睡觉。伴大家醉觉觉，虽然是戴着牙套嘛，戴牙套，但是我就现在直播的时候没戴，这样子，不会是在厕所里找到的吧？当然不是，就找新的，我之前那个还是找不到，我真不知道我扔哪了，到底，我这个记性真的是鱼的记忆，前一秒放哪，后一秒我就不记得了，不知道放哪了，找不到。看我又睡不着了，我是看大家，就我在陪大家睡觉啊，让大家看我直播，听我说话睡觉，你知道吗？啥时候跳舞？今天还要看啊，累死的了。等我一下吧，等我肚子恢复一下好不好？肚子已经拉肚子拉虚了，拉两次，我就出门不应该穿露肚子的，风吹一吹。然后当时没什么感觉，回去吃东西吃了火锅，然后又喝了一个冷的那个椰汁，然后就很难受了，就肚子很痛，就很痛痛，很痛痛。那你得 ASMR 然后入睡了，你要什么 ASMR 让你入睡？啊？什么？播助眠？什么播助眠？我跳舞不助眠吗？难道我唱歌不助眠吗？我唱歌挺助眠的，我觉得我唱歌很助眠，要听我唱歌吗？仙女也会拉肚子吗？仙女也会吓烦了这两天仙女也会拉臭臭，不要说出来嘛！哦，大家颅内高啊！你们今天在群里面讲的话真的我绝了，还冰淇淋，你们真的是好，我看到我都惊了，你们是猪吗？我的青春又结束了，你是，哎，你是傻子吗？你是傻子吗？还，你是傻子吗？肉根，感谢我们小怪啊，不阿怪的魔法球，谢谢我们阿怪的魔法球，谢谢。你们恶心起来就没什么事儿，你们别再讲了，好恶心！你们别讲了，什么香不香？你们别讲这么这样的这。别讲了，你不要再讲。哎，你们是哪里学的？看个女主播天天讲她这些，求求你了。不香，你们好烦！欢迎我们小卓叔叔，谢谢我们少涵哥哥的飞机，谢谢，谢谢我们少涵哥哥的飞机，感谢我们小卓叔叔的办卡，欢迎小卓叔，谢谢我们的少涵哥哥的，我给你上了房管了哟。那你以后要常来，记得要帮我。要来准时来看我，知道吗？加油，生牌牌。哎呦，爸爸头发扎起来，肯定很下饭。你们不要再恶心了，好不好？你们不要再说什么下饭啊！拌饭真的过分了，真的，你们真的太恶心了。
们太恶心了，兄弟，你们太恶心了，真的。别笑了，真的，你们真的恶心到我了，不要这样子。拌饭酱更美，太恶心了，太恶心了！你们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兄弟们别这样，别这样，这样我都有点被恶心到了。以后不吃饭了，以后都不吃饭了。舔狗都不行，还得舔屎。你不要说这些东西了嘛，真的好恶心。你们不嫌弃的吗？是谁开的头？打死！笑死了！谁开的头？叔叔要打你，打你屁屁！是谁先开的头？嗯，打你小屁屁！就不要聊这个，我们聊点，就是聊点那个比较温馨的画面的那种，聊聊有趣的事情。不要这么恶心了，这么真的是再恶心我一会儿，我本来想吃个宵夜的，我宵夜的吃不下了，我跟你说，以后海底捞我都不想吃了，你别这样子。这样子苏苏会瘦了，瘦了以后直接导致大家福利下线，就身材就会变瘦，瘦了之后就没有肉了，身上知道吗？这也才能有助于我减肥。我不想，你们不想我瘦啊，重点是你们想我减肥吗？你们也不想我减肥，对不对？是谁开的头？谈谈谈。减肥少了怎么办？哇哦，谢谢谢谢我们七四幺的飞机，恭喜你拥有了苏苏的五级粉丝牌了，谢谢我们七四幺的飞机啊，谢谢。请勿升威，我刚刚我不会升威的，这衣服没有升威，这衣服没有。苏恩，你胸有地吗？有，我有记，开玩笑，地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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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地嘛苏地嘛，一直是地，我没有说过自己苏 Z 吧，对吧？就说明我是说爱说实话的人。恭喜我们大车哥升级了二级粉丝牌，哎，欢迎听到吗？嗯，啥时候会变长发？想念长发。那我想想，那我要不要这样子吧？那我买个假发，我直播的时候就长发吧，好不好？去买个假发长发，这样子直播的时候就是长发了，再给大家看长发，然后私下时候短发，大家觉得呢？好，我以后就我戴个假发吧，说直播的时候是长发，这样子大家就比较习惯，但就是唯一不好一点就是我戴假发，我怕我跳舞的时候跳着跳着跳着，啪，假发甩掉下来了，我把我假发甩掉下来了。苏苏肯定没有100斤，没错，我没有，我99斤，99，我不是很瘦的那种。戴假发就不用洗头发了，对哦，你说的有道理哦，我得买个好一点的假发，戴着比较方便的那种，看不出来是假发的那种，这样子我就可以长发了。
平时会健身吗？虽然平时不会健身，反正现在健身房还没有开我这里的小区的，所以就没有。但是我想着跟小米以后一起去健身，然后开个直播，这样子可以拉上米娜一起，我们都有健身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和欲望，然后想着健身，然后一起，然后一起健身，然后到时候开个直播带大家一起，大家觉得呢？想看吗？不想看的话就不开了，就自己去健身去。都不过在想要不要找健身教练，因为自己健身怕长出肌肉什么的。但是他们说也不会，女孩子健身好像不会长肌肉，女孩子肌肉还是比较难长的，说是。就多人健身，对啊，多人健身。我终于又找到了你哟，想看吗？哈？多人，对，多人运动，多人健身，对对对，对，就健身嘛，也算是多人运动吧，就是一起跑步啊，一起做运动，对。买个跑步机在家跑就行了，这样子吗？但我还是想去健身房，因为我觉得在家，我觉得我可能不会坚持。就你看小金的瑜伽垫，我就没见他拿出来运动过。之前说的倒是很好听，然后就没见他拿了瑜伽垫，就没见他运动过。所以短发好看，你喜欢短发吗？就什么类型的都有人喜欢，就喜欢的风格不一样，大家。感谢我们一白兔趁着九级粉丝牌，你都懒得出门。我说实话，我真的是个很宅的人，我发现我真的是不喜欢出门。感谢我们菜菜的幸福券，谢谢。我发现真的不喜欢出门，也不会喜欢逛街。我发现我真的是这样子的，就不喜欢出门了。我没有双马尾，你怎么翱翔？好想你，好想个锤子！谢谢菜菜的幸福券，谢谢我们菜菜的幸福券，谢谢。我现在是真的不想出门了，出去玩的时候不是，我现在出去玩都不想出去玩了。之前是没工作的时候，现在有工作真的不想出去玩，就开始直播以后就没有时间，不想出去玩，然后就每天。还要练舞，再找老师，然后白天也要起来。我有老师会迟到，我就因为睡得晚的话会迟到。感谢我们菜菜的幸福券，谢谢。重点是，就作息没有调过来，你知道吗？每天都会睡得比较晚，就不管有就是吃不吃宵夜，都会睡得比较晚，就是固定了，就很早就睡不着，就不到五点就睡不着的那种。感谢我们32.8的幸福券，谢谢32.8幸福券，谢谢。你们都是几点睡觉的呀？每天我下播你立马就睡着了吧的那种。除了吃，除了吃就是睡，你在除了吃就睡呢？你说我又不是猪。感谢我们32.8的1000多幸福券，谢谢。怎么体重不过百还能低？我99斤了，就差1斤不就过百了吗？欢迎我们二公主。肯定比我先睡，我就知道了。迟到真的不好，必须得改。知道了。最近被好多人说我迟到了，就好多人说我迟到，除了气死我了，我好难过。但是我好像真的是我的问题，我得改。但是你们变了，你们以前都不说我的，现在就说我，你们不爱我了。欢迎我们小红花。还有什么东西进我眼睛里了？
后，我就之前约了一个老师，不是约了一个，就是准备学声乐和唱歌的呢，然后又迟到了一会儿，就不太好，然后但我知道，我从高中不是高中，对，高中，我从高中开始就一直在迟到，一直在迟到，一直在迟到。高中的时候就一直在迟到，你知道吗？换一首歌是吧？好，我给你换一首愉快的歌曲，然后就很难一下子改过来，就很拖延症，真的是晚期了的那种，我属于那种拖延症晚期患者。就是我又心里又不想这个样子，可是我又好难改得掉，你知道吗？就我自己就很，我自己就很，也很有很就很纠结的那种，就是明明自己心里不想迟到，可是呢又很难改得掉，就又很磨蹭，然后就会迟到。就是我说的不是。对，是被动的。对，我很纠结，然后又拖延症晚期，而且心里面又不想迟到的，就这样子。然后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们，我觉得你们变了，你们变了，我觉得你们没有以前那么爱我。哼。肯定是的，我觉得是的。我女朋友要是你这样，必分手，一点余地没有，一点余地都没有。你开玩笑吧你？我才不信呢！你怎么舍得？怎么可能？我就对习惯，对我习惯养成了太久，就几年都是这样子。几年，高中开始，那真的有七。高中8年了，我真的7、8年都是这样子，就习惯，就那真的有点很难改，我在那改。男人都是大猪蹄子，欺负叔叔，所以我需要有个人在旁边盯着我，就那种不盯着我的就有点难。我之前赶飞机，我就经常就没赶上。飞机也经常赶不上，然后又重新改飞机，就飞机也没赶上。然后就晚期了，对，我就心里面也不开，我自己也不开心的那种，你知道吗？有一说有句，缠的是苏苏的身子。那只是缠身子吗？你就不需要我吗？感谢我们日进的升级到了6级粉丝牌，恭喜恭喜！让小静每次开播的时候叫上你，我，难道不是我先开播吗？晚期没救了，哼，不能纵容，不是你们变了，你们不可以不独宠我一人，气死我了！一个人不够用，得一群人盯着都没。一个人不够，一群人盯着都没用。欢迎我们的卡皇，你有用，不能不行。什么叫不能纵容我了？你不纵容我，谁纵容我？不纵容你不宠，那你就是不宠我了。哼，哼，神奇，你们变了，你变了，你们变了，竟然开始说我了。你们开始说我了，哼！我们是兄弟，宠个锤子。这个时候跟我说兄弟了，跟我说是兄弟。跳舞的时候怎么没见你们说是兄弟？啊？在下家弄死我，好害怕！天哪，你们这些猪！我们是兄弟，要坦诚相待。什么叫兄弟？我有兄，你有弟，所以我们是兄弟，是吗？真的是，
都这都是悠着说的，什么叫悠着说的什么意思？嗯，天天催我直播，没人催我，都是全靠自觉，你知道吗？感谢我们唐僧的办卡、啊，谢谢。苏，我把你们当兄弟，你们学校生活。苏苏的本性回来了，我亲姐。我什么本性回来了？没有啊，就是你们说的呀，兄弟嘛，就一个好兄弟一辈子，你有兄我有弟，然后我们一个辈子。对吗？就是我们的好兄弟。苏苏不温柔了，太小了，不爱了，分手吧。所以我是不温柔，还是因为太小了就不喜欢我了？感谢我们血浓于水的办卡，谢谢。感谢我们血浓于水的两张办卡，恭喜你升级了三级，拥有了三级粉丝牌哈。感谢我们大理同学253的办卡，谢谢大理同学的办卡，谢谢。大老公的办卡、哦、谢谢苏苏。可以摇个花手吗？你觉得苏苏像是那种会摇花手的女孩子吗？当然是。花手好简单呀，我知道啊，就小米经常教我的，就经常教我怎么摇花手。他说摇花手看起来就是特别酷嘛。就小米教我好几次了都。感谢我们文泽西的办卡，谢我们八神的办卡，谢谢。会，确实会啊。哎，这个挡住了。激光雨。嗯，不，小米绝活不，其实不是摇花，除了摇花手，这主要是这个甩头。对对对，他就甩头很牛皮，每次甩头给我笑死着了。谢谢我说在就在的班卡，谢谢。看出来了，你不会会啊，小米老绝活了。感谢我们693的十张办卡，谢我们693的十张办卡，谢谢。看得到呀，哎呀，欢迎我们的安卡 Fox。 哎呀，可以跳舞吗？好，我要跳一小段吧，我看一下啊。小段，然后我们就休息一下吧，明天再跳。感谢我们半小时的打肉机，谢谢。下次麦克风换个花花，你连我麦克风的花你都看腻了吗？绝了，你这男人真的是。这话是
这花是文物了，换不了。The show must go.
있는 애들은 물이나 쳐도 돼. 자, 옳지 그래 옳지. Scary dollar, you can touch this. 들어봤지 발견. 친구 맞지 나를 시기해. I know. 나만 혼자 여기에. 매일같이 난 도마 위에. I know. 씹어 나 웃어줄게. I don't care, 전혀 상관 안 해. I'm okay.
거짓말해도 돼. 넌 잘못한 게 없는 거야. Let me do it. 지금부터 넌 좋은 꿈을 꿔.
꿈꾸는 거야. Let me do it. 너의 귓가에 넌 내 손에 새겨놓는데 낙인 같은 날. Anyone looking for the paradise best. 달콤한 꿀처럼 좋은 건 말이야. Maybe I'm natural diamond rust. 미치게 탐나는 좋은 건 말이야. I feel I'm real. 지금 넌 어디야? 지금 난 거의 다 paradise. I'm here. I'm yours. 이것만 기억해. You and I on another paradise. 불을 켜줘 please. 네가 나를 처음 볼 수 있게 이 순간 우린 free. 돌아가고 싶은 곳은 없어. 睡不着的办卡，谢谢。是超管刚刚有来是吧？刚刚是超管来了是吗？幸好我生怕我又汗流浃背，然后整个人又全部都虚脱了。我成功了，成功把超管吸引过来了。我不能再扣分了，所以刚看到超管来了，我立马就没有跳了，因为我分数昨天扣了两分，好像是这样子，对吧？哇哦！谢谢我们小 KK 的火箭，恭喜你升级到了12级粉丝牌喽！亲亲么么哒。谢谢我们小俊俊，谢谢我们小 KK 的火箭，谢谢。老板大气，老板福禄都还寿比那啥。现在是周一了，我们零点更新了，今天是我们周一。周一零点更新喽，零点更新啦，然后现在的鱼丸都可以上周榜了。谢谢我们喜田的幸福券，谢谢。现在几点？12点钟。哦，我刚刚是超级粉丝还是第一是吗？还是第一吗？我都不知道。谢谢我们前夫的办卡，谢谢我们前夫的办卡，谢谢。哟哦哦，哦，我在想，我现在是玩 PK 呢，还是唱歌呢？你们觉得？PK 还是唱歌，选一个，你们选哪一个？
과연 아, 꽁초. 잠깐만. So blue, blue, blue. 唱歌。哇，好看的唱歌。好，行，那突然一下大家这么喜欢听我唱歌了吗？想听你美妙的歌声，好的，没问题。好，那大家想听什么呢？美妙的歌声，那是什么？哪一首歌？什么歌是美妙的歌声？想听什么歌？麦克风上的话想换成玫瑰花，那你得，那你怎么不送我？欢迎菲菲公主，唱吧恩姐，我睡觉去了，拜拜。不是锤子，你叫我恩姐很奇怪好吗？你个猪头，是猪吗？好了好了，那你睡觉，晚安。那我完了，那我一会儿 PK， 我岂不是完蛋了？锤子，你就安心的睡觉去了。项羽可以，好的，项羽，项羽我以前有唱对吧，拜拜。欢迎老关恩的班卡，谢谢。这首歌就是让大家安静的歌，刚刚大家都比较上头的时候，现在需要安静一下，一会儿再给大家跳舞好了。我新买的，这是一首简单的歌，没有什么独特，试着带入我的心事，它那么幼稚，像个顽皮的孩子，多么可笑的心事，哇哦，只剩我还在坚持，谁能看透我的演技，让我能够不再痴迷，我要记住你的样子，像雨记住水的拥抱，像云在天空中停靠，夜晚的来到也不会忘了阳光的温暖，我要忘了你的样子，像你忘了海的味道，放下所有梦和烦恼，却放不下回忆的乞讨。谢谢雨，谢谢小鱼万的超火，发不了牛逼，谢谢鱼万的超火，谢谢鱼万，牛逼，鱼万牛逼，鱼万牛逼，什么有点懵，谢谢老板。可笑的心事，只剩我还在坚持，谁能看透我的眼睛，让我能够不再失明，记住你的样子，相遇记住水的拥抱，像云在天空中停靠，夜晚的来到
也不会忘了阳光的温暖。我要忘了你的样子，像鱼忘了海的味道，放下所有梦和烦恼，却放不下回忆的祈祷，只剩自己就好。又是新的一周了，谢谢鱼丸的超火，谢谢鱼丸超火，谢谢。这个是 OK， 这个结束，一会儿我再唱歌。Shut me out, but pull me close. Kinda loving it, give me a heartache. Hold me tight, but let me go. 越看自己的头型，越像新闻联播主持，新闻联播的。大家觉得呢？ Kinda loving it, got me addicted. Oh, you got me addicted. Oh, I don't mind. What you do, what you do, what you do with me, baby? I'm so down. 长发好看一点。Do whatever you want me to do.I don't care how many times you're breaking my heart. 谢谢雨生哥哥的星空飞机，恭喜你升级哦，没有升级的是祝我李在明，谢谢，来见我雨生哥的飞机，谢谢。越输越像，你别说了，你好烦。我说可以，我说像，你还真说像呢。你要说不像，我说像的时候你就得说不像，你是猪吗？我们去找个软柿子捏一捏怎么样？有软柿子捏吗？还说我们就是软柿子？感谢我们远东君的幸福券，谢谢。小静吗？除了小静以外的软柿子还有吗？见个小静，见他一天了，腻了。再见，再见，只是陌生人这首歌吗？我们才是软柿子，怎么可以这样子说呢？嗯，没有软柿子捏了吗？感谢我们同志的办卡，谢我们阿乐的两张办卡，谢谢。嚯，升级了粉丝牌吗？哇，谢谢我们宝宝汉堡包，恭喜，谢谢你的飞机，恭喜你升级到了七级粉丝牌了。好，三级就可以进我们的微信粉丝群了。实习粉丝版私信房管哦，谢谢我们汉堡包的飞机，谢谢老板，谢谢我们家的汉堡包，么么哒！恭喜你拥有了17级粉丝牌啦！谢谢我们阿汤哥哥的班卡，谢谢我们阿汤哥哥的班卡。来，去玩个游戏去吧，一会儿回来，一会儿再唱歌，再跳个舞。现在12点。你们也今天周几？今天马上周一了，马上周一了，你们不一定会睡得很晚，周六周日睡得晚一点。OK。周一了，又是新的一周，元气满满的一周。天哪，我都连不到人了，真的是这个点。这周一不至于啊，这个点。今天现在是什么？谁三连胜了？去 ，Hello。Hello， 哇，我第一次连到富恩哎，嗯，Hello， 对，第一次好像第一次
对，我第一次连到你。真的第一次连，对。虽然我也直播很久了，我第一次连到你，内心有一点点小激动，无法平息。后羿，我最喜欢朱温。我觉得这样的时候我会害羞的。我们玩什么？那你平时会玩什么呢？感谢我们余生哥哥的可乐鸡翅，你会玩什么？动的、静的都可以。动的话，一般就是钻石棍、扭腰或者踩单车、神龙摆尾。哦，那我们，你说，那我们玩。静的坐着的话，就是钻水管、扩胸、举重，你选吧，你选一个吧。那你现在坐着也可以钻水管吗？我最啊，近有可点以爱可以。上钻石管这个游戏。好，那钻水管也可以。好，感谢我们余生哥的爱心寿司，谢谢。那你放歌吧。好，我来放你，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得到。我现在放歌，你听得到吗？我现在放的。我没有听到啊，你没有开同步伴奏吧？我看一下你放，哈。哦，我看一下。现在我随便放一首，能听到吗？那没事，我换一个播放器。有点小，没可事能没听事，到，但声音很没小。事，我换一个就播放器给你放歌。这个播放器你可能听不见。你手机播应该能听见吧？耳机里。我是手机横屏，好的，我现在放了，听到吗？可以听到，可以听到。好，可以了。OK，我的这个吧，哦，终于出来了。你很喜欢这个游戏吗？我说你们，他们不喜欢看我歌，想看你歌。今天接广啊，对对对，我今天接，我从22号就今天接了个广告，对。没有练呀，我在玩进度条跟水管，现在给了20张星空卡。理由？还差15分，25，你看你能上一上的。我也不想下一个区啊，那进度条落后了，我能怎么办嘛？OK，到我了。在不在？哎呀，哦，感谢我们安乐的520元，谢谢。现在腿哥爱心寿司啊！又到我了。这个耳机，噩梦可喜欢苏恩了，快把噩梦喊过来。我们家打卡真可能也上一场，可以打卡了。我哥还骂哥。大有鱼丸，大到鱼丸，鱼丸冲一冲，好不好？清空你的背包，刚好今天算是，过了0点，我们今天是亲密度的吧？我们打了超级粉丝团，是有亲密度的，可以。可以那个打卡了，续续粉丝牌。我们家有没有谁有血瓶啊？我梦号上有血瓶，但是他不在。在上海吗？对，你呢？啊，我在江苏。哦。记得我很早之前就看你直播了，真的吗？亲密度只有周末有哦，今天没有。看我跳舞吗？以前他们问我斗鱼最喜欢谁，我说我最喜欢苏恩。在这个时候，我是一个合格的舔狗。来挑战肩带，有点太挺，不一个好。
商业互吹开始了是吗？感谢我小凡的踏青卡丁车，谢谢。闭嘴啊！我们家有没有上一上的飞个塔？家人们，哦，现在是那个双倍的那个开始了。我们家的火箭是白马哥的两架飞机。这是推塔的哦，有加成。去，糟了糟了。他们说你长得很像杨幂。感谢我们七哥升级的九级粉丝牌。那可能是杨幂被黑的最惨的一次。没有，是挺像的呀。比起喜欢杨像杨幂，我更想像你。我要是能有你那么好看就好了。感谢我们大蛇王的六六鱼丸。你在说我不好意思。谢谢鱼丸，谢谢大蛇王的六六鱼丸，谢谢。感觉苏恩 PK 好久没有赢过了，是的，没错，你说的很对。还剩三分钟，大家还是有机会的，众筹一下。你是之前是有专业是去学舞蹈吗？还是？哦，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在学跳舞了，然后啊，后来还没毕业做主播，然后后来就也一直在跳舞，就一直在跳，跳的久了，跳的多了，练的多了就会了，就会好，就好很多，就学过。感谢我寂寞的六六一晚，跳了好几年了。苏恩日常连麦，退了一个吧。讨厌，你说老是说我。感谢我们寂寞的三组六六鱼丸，恭喜你升到六级粉丝牌啦！恭喜！谢谢鱼丸。可以，去吧去吧，我跟你去吧。如果胜的话，我可以，你去吧。我看你都三连胜了。没有，偶然，随缘。我的三连败了。我们家好多房管也都很喜欢你。他每次我有在上舞蹈课，然后每次我们家房管就是，你没事看看你家孙子，看我们再看看你。他们帮我向你学习。没有，不用向我学习。看我被我现在已经被打成一厘米了，多惨。对，感谢我们，恭喜我们红烧排骨升级了两级粉丝牌，恭喜恭喜！去吧，可以换一首歌，看见吗？这首歌太……休息吧，还有一分多钟。没事，我一分钟的时候再休息，好好看看。换首歌。欢迎糖糖。哎，好，还剩最后的50秒钟。Oh my god！ 每次我三连，有三连败吗？好像有。Oh my god！ 谢谢我们糖糖的丘比特之箭，谢谢我们的糖糖，谢谢我们糖糖的丘比特之箭，谢谢老板。我们就还有只剩30秒钟了。我们再叨叨鱼丸，再加加油，追一追，一点点，就差一点点了。就我们家也没有说要求一下下的做等待的，希望欢迎我们的导演，谢谢糖糖，糖糖大气，爱你，谢谢糖。就希望我们家里的人先回来守个塔，然后再走，可以吗？我剩最后的2秒钟了，感谢我们鱼头哥哥的188装备啊！谢谢我们鱼生哥哥的彩虹摩天轮吗？这是，
谢谢我们鱼头哥哥，谢谢汤汤，谢谢我们的惩罚是什么？鱼生哥哥哦，我们惩罚吗？刚刚有说吗？连之前没有进，就只进了这个游戏。哦，那我一般都打屁股三下或者就可以了，你要不要？可以吗？好，可以。好，好，我把音乐关一下。一、二。哎，身材有点好，舒服了，舒服了，哇，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谢谢，谢谢连麦，谢谢连麦，辛苦了，辛苦了，谢谢，好，拜拜，好，拜拜。Oh my god！ 我竟然赢了！天哪！谢谢我们的鱼头哥哥，谢谢，感谢鱼头哥哥188张麦卡，谢谢我们糖糖，还有我们的，还有我们的鱼头和鱼生哥哥，还有糖糖。天哪！我竟然赢了！我觉得我肯定会输得很惨的。Oh my god！ 太开心了！我也觉得我又凉了，觉得我怎么老是就是凉成这个样子，被打得好惨哇！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赢一次，真的太难了，你知道吗？我都啊，笑死我了！连杨幂都赢了，吹一波，开心心。你们有想听的歌吗？可以唱歌给你们听。不容易，不容易，赢一次太难了，不容易。居然你真的不看弹幕？因为我看啊，我一直都在看弹幕啊。我有在看弹幕啊，我想我要再唱首歌吧，唱首歌再玩，然后就时间会过得会稍微慢一点。大家有想听的歌吗？跳舞再歇会儿吧，再跳舞。你不能每次我一说唱歌，你们就说跳舞。你说什么？你说你们这么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刚刚跳完就唱了一首歌。就唱的有点少了，我认为。就唱我最擅长的吧，好吧。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好，可以。给我打了。欢迎我们搞搞，好，就唱这首歌了。先就穿走了时间，没有酒，我像个荒诞的可怜人，可是你却不曾施舍二两。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子弹在我心头上了膛，请告诉我今后怎么扛，遍体鳞伤还笑着原谅。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承诺是小孩子说的谎，请告诉我今后怎么扛，你无关痛痒。写完狗鱼的一幸福卷，握紧你给我感动欢喜，为了你杀光了时间的烂俗人，可是你却不曾施舍二两。你的酒馆对我的了烊，子弹在我心头上了膛，请告诉我今后怎么扛，
遍体鳞伤，还笑着原谅。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承诺是小孩子说的谎，请告诉我今后怎么扛。你无关痛痒，转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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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没能转进你的心上。看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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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谁能再把自己点亮？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子弹在我心头上了膛，请告诉我今后怎么扛。遍体鳞伤，还笑着原谅。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承诺是小孩子说的谎，请告诉我今后怎么扛。你无关痛痒，请告诉我今后怎么扛。你无关痛痒。唱完了这首歌。在我们在几点了？十二点半了，再 PK 一把，然后跳国舞，跳舞，然后就不跳了，今天的舞蹈。再玩一把 PK 好了，希望这一把能找个软柿子，能找个。Hello，Hello， 现在正大直播，我都是两连胜。Hello， 你好，你好，老师文。为什么要害羞？我有点。有点激动。我们玩什么？我们玩那个成语接龙吗？我没有。可以，好的，感谢我余生哥哥的幸福券，谢谢，谢谢小新的火箭啊！天哪，刚错人了，谢谢我的乐园啊！我们几个一节？三个吧。行哈。天哪 ！Oh my god！ 真的这太快了吧？就刚来就我们刚刚垫了很多。好的。那你先吗？好，那就从一开始吗？一心一意，一鸣惊人，人定胜天。天人永隔啊，不是说天天向上，上、上，哦，天哪，不好意思，被打懵了哈。等一下，天什么？天向上吧。上善若水，水到渠成。成人之美，美不胜收，收放自如。如花似玉，郁郁寡欢，欢天喜地。地久天长，长相厮守。不要这样子，我们现在就有点太惨了，好吗？就稍微尊严票得上一下的，好吗？受人之托，不能这样子，就实在是有点。唉，太惨了。你刚说的是哪个字儿？托。托。嗯。
哪个字儿是托，最后就哪四个字，最受人之托。哦哦 OK， 托托，哇，谢谢我们小泡泡的飞机啊，就是终于稍微好那么一丢丢了。受人之托，托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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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带水，水水水花四溅，剑拔弩张啊，张牙跋扈，呼风唤雨，雨过天晴，晴天霹雳，力理所当然，然然然然然然然升起，起起起落落，落花流水，水到渠成就。嗯，说到渠成界了，就像水流成河。和我的心口，和有什么，兄弟？赫赫有名，冥冥之中，中流砥柱，诸如此类，类啊。泪如雨下，虾兵蟹将，虾兵蟹将，将有什么？将我还真不知道有什么。将是什么？将快！将计就计，计往不咎，咎由自取。对，取之有道，道亦有道，刀光剑影。你哇，天哪，你成语接龙怎么这么厉害啊？绝了！没有，早知道就不跟你玩成语接龙了。成语接龙也太厉害了吧！天哪，是哪个字儿的？最后刚刚。哎，哪个字我都忘了。隐吗？嗯，刀光剑影。隐隐约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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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谢谢我的默契通约感谢默默约感谢我们猫猫的办卡，谢谢月主不不可挡。对，谢谢小凡哥的战地越野车，谢谢。当仁不让，让有成语吗？荡然无存，寸土不生，生不逢时，生不逢时，时来运转，转，时来运转，转，时来运转，然后呢，转啊，时来运转，十全十美啊，换一个，十全十美，美不胜收，收放自如。如假包换，焕然一新，心想事成。转危为安啊！倒没想到，心想事成，成人之美又是美。成事不足，成事不足，足不出户，户不户，户呼呼风唤雨。雨过天晴，晴天霹雳，历历在目。天哪，你怎么这么厉害？你这一题了。目不转睛，津津有味，娓娓道来。天哪！
太厉害了吧！这样狼兮自如，好惨。入，我被打得太惨了，就最远票就再上一点可以吗？就一厘米，真是就是就不是一厘米，是半厘米吧？这真的是太惨了。哎呀，你们不能夸一夸我就给他录了。如假包换说过了，入木三，太惨了。有这词吗？我什么？等我再想一个，如。什么如家酒店啊，如入木三分四乘一吧，应该啊，分两厘米，没有，我觉得这可能是半厘米吧，就我两分两应该没有一厘米吧，真那最后一个字是真，是做你刚刚到最后的是真是吗？嗯，分秒必争，真真是上真真是上伤心欲绝，绝地求生。嗯，是的吧？是，又是生啊，生。绳之以法，法网恢恢，挥之不去。还是最后一分钟了。嗯，要歇会儿吗？还有，我们不接了吧？最后一分钟了哈。好的。嗯，就很惨，就很惨啊，就很惨，就太惨了。哼，明明是我说的话。就三十秒钟啊，太难了，我这不打得太惨了吧？这也，必须有的。还剩最后几秒钟了，我真的太惨了。这个 BGM 有毒，是的，就打到毫无回首之力的那一种。嗯，我们不惩罚啊，嗯、啊，我们不惩罚，没事没事没事，没让你很开心啊，不惩罚不惩罚，太乖了真的，那我先走了，好，拜拜，太乖了吧，真的是，这小女孩也太乖了，她是舞蹈区的吗？还是颜值区的？太乖了吧，这也，这么乖的吗？Only need a light when it's burning low. Only miss the sun when it starts to snow. Only know. 感觉他好小年纪，我刚刚跟他 PK， 我一直在看，我感觉我自己比他大个好多，就大个五岁的样子，对不对？看起来好大。就实际上，哎，这本来觉得自己挺年轻的，刚刚 PK 对比，我一直在看啊，我天哪，看起来我年纪比他大好多，真的。恩姐，大家都给你面子。天哪，他们都不惩罚我，他们太给我面子了，真的是。然后我又特别不好意思。也就大个四十岁，滚！怕大哥被你的眉毛勾走，赶紧跑了。怎么可能？真的是把我就打那么惨，怎么会呢？就打那么惨。比起来像个阿姨，我吗？什么说你是阿姨了？没有，苏苏看起来还是很，就看起来就刚刚那个看，就那小妹妹看起来就年纪真的很小很小，好小。我是看起来是要比较大好多，真的。确实。But never to touch and never to keep, 'cause you love far too much and you dive too deep.
Where you only need a light when it's burning low. Only miss the sun when it starts to snow. 头发扎起来好看吗？你这个头发看，哦，对对对，今天因为头发没有洗，没有怎么洗头，所以会看起来那个一点，看起来像新闻联播头，新闻联播头的感觉。这个头发相对比较成熟，是吗？是吗？听我的山茶树。那像我们迷途城的魔法球，有一哥的战地越野车。我的山茶树之恋，只有适合你在回应春节，可以丢弃我的底线，锁定与你的是我视线。我的山茶树之恋，永远站在你的身边，我保证我的爱不会变，共享永恒时间，像蝴蝶起舞翩翩。每次懊恼在日相见很晚，不管相隔的距离是长或是短，能在一起的时候不要快，只想慢，想和你有个孩子围着你团团转，世界变化不停，人潮川流不息，不在乎沉淀。这就是我曾经听这首歌然后迷上了，就这首歌然后直播一直唱，有一种超凡动力是为你而打拼。爱你的坦诚像一面清澈的湖水，就算眼睛肿了我也觉得是生命最。就买了好多新衣服，还有一点新衣服在，我本来想留着慢慢给大家看的，大家想看的话我也可以穿给大家看，大家觉得想看吗？每天会关注你生活的片片面面，你说心里话的时候，感谢我们几回博的班卡，谢谢。我只能自己去找空间，我的山楂树之恋，只有适合你在回应春节，可以丢弃我的底线，锁定与你的是我视线。我的山楂树之恋，山楂树的卡完了，哼，离我近一点看一看。爱不会变，共享永恒时间，小蝴蝶起舞翩翩。你的喜好，你的习惯，你爱吃的我都记着，你爱的高了我做不来，可以逐渐适应着。我不会你没睡我不睡，即使第二天和你在一起会很疲惫，过得自由自在，美丽至少。为什么尝我身子？我觉得我挺胖的，我就特别想减肥，我好难，我觉得我挺胖的。用太多的精力，因为上天自有安排。你是一只飞鸟，飞上我的树上，从此我乏味的生活变得热闹。我知道你会为我停留，时间也会随着过得很久。说什么好，念什么早，心如此清却无从知晓。我怕来不及，我怕保不齐，山楂树下站的我和你。我的山楂树之恋，只有适合你在回应春节，可以丢弃我的底线，锁定与你的是我视线。我的山楂树之恋，永远站在你的身边，我保证我的爱不会变，共享永恒时间，像蝴蝶起舞翩翩。车进了，车进了，虽然你没腰，不过就喜欢你的赘肉。我的山楂树之恋，你再说一遍。说谁没腰呢？我真的是，我是有腰的好吗？我真的有腰，我信你来摸一摸。永远站在你的身边，我保证我的爱不会变，共享永恒时间，像蝴蝶起舞翩翩。每次懊恼在日相见很晚，不管相隔的距离是长或是短，能在一起的时候不要快，只想慢，想和你有个孩子围着你团团转，世界变化不停，人潮川流不息，不在乎沉淀你肩膀上的经历，让你少份畏惧，还你一个少女心，有一种超凡动力是为你而打拼。爱你的坦诚像一面清澈的湖水，就算眼睛谢谢谢谢我们西西里的飞机，谢谢。年之后离我远一点，你不想离我这么近是吗？像我们西西里的飞机，谢谢谢
谢我谢谢飞机，你不要离你这么近是吗？不离近你怎么，我不离你近你怎么看得清我呢？我的山楂树金莲，只有许和你在回应春天，可以丢弃我的底线，锁定与你的是我实现。我的山楂树金莲，永远站在你的身边，我保证我的爱不会变，共赏又和世界，小蝴蝶起舞翩翩。你的喜好你的习惯，你爱吃的我都记着，你爱的高了我做不来，可以逐渐适应着，我不会你没睡我不睡，即使第二天和你在一起会很疲惫，过得自由自在，美丽置身事外，陪你走路回家，在每个 all day or night 也不能实现情海，为了你的那一半用太多的精力，因为上天自有安排。你是一只飞鸟，飞上我的树梢，从此我乏味的生活变得热闹，我知道你会为我停留，时间也会随着过得很久。说什么好念什么早，心如此清却无从知晓，我怕来不及我怕保不齐，山楂树下站的我和你，我的山楂树之恋，只有适合你在回应春天，可以点击我的怎么样，离你近的感觉会不会好一点？想看夜猫，别猪吧你！项链好看吗？有没有感受的？想亲亲你！谢谢我们鱼头哥哥，星际飞车，谢谢我们一风的飞机，谢谢我们一风的飞机。我怕你太近了，看到我的双下巴。我的山楂树之恋，只有适合你在回应春天，可以谢我们阿乐的十个狂欢趴，谢我们阿乐。与你的是我实现，我的山楂树之恋，小羊只放箭顶不住，来傻傻的升级到六级粉丝牌，恭喜恭喜。那你们说是喜欢我有留还是没有呢？不管相隔的距离是长或是短，能在一起的时候不要快，只想慢，想和你有个孩子围着你团团转，世界变化不停，人潮川流不息，不在乎沉淀你肩膀上的经历，让你少分畏惧，还你一个少女心，让你们看清楚我一点好不好。你的坦诚像一面清澈的湖水，就算眼睛肿了我也觉得是想你醉，没许愿十年之后你在我的枕边睡，我用我的嘴巴抚平你一天的疲惫，心里总有期待，所以过得度日如年，每天会关注你生活的片片面面，你说心里话的时候我想在充电，不理睬的时候我只能自己去找空间。我的山楂树之恋，只有适合你在回应春天，可以丢弃我的底线，锁定与你的是我实现。我的山楂树之恋，永远站在你的身边，我保证我的爱不会变，共赏又和世界，小蝴蝶起舞翩翩。你的喜好你的习惯，你爱吃的我都记着，你爱的高了我做不来，可以逐渐适应着，我不会你没睡我不睡，即使第二天和你在一起会很疲惫，过得自由自在，美丽置身事外，陪你走路回家，在每个 all day or night 也不能深陷情海，为了你的那一半用太多的精力，因为上天自有安排。你是一只飞鸟，飞向我的树梢，从此调戏这样的有本事趁我来你别勾引我，我没有我没有。世界也会随着过得很久，说什么好念什么早，心如此清却无从知晓，我怕来不及我怕保不齐，山楂树下站的我和你，我的山楂树之恋，没刘海看起来太成熟了。谢谢鱼头哥哥的星际飞车，谢谢我的底线，锁定与你的是我实现。我的山楂树之恋，永远站在你的身边，我保证我的爱不会变，共享永恒世界，像蝴蝶起舞翩翩。老山楂了，
感谢我们小厨娘，谢我们紫薇的小厨娘，谢谢。我的山楂树之恋，只有适合你在回应春天。哦，谢谢少涵哥哥的66个浪漫花束，恭喜你升级到了16级反字牌了。谢谢我们的少涵哥哥，恭喜你拥有了思思的16级粉丝牌了，谢谢。我该洗头了，是的，没错，我确实该洗头了。不要说出来，确实该洗了，就是这。感谢我们用户的30个福袋，谢谢。想和你有个孩子围着你团团转，世界变化不停，人潮川流不息。谁弄的形象好看？给你肩膀上的经历，让你少份畏惧，还你一个少女心。有一种超凡动力是为你而打拼。爱你的坦诚像一面清澈的湖水，就算眼睛肿了，我也觉得是生命最美。许愿10年之后，你在我的枕边睡，我用我的嘴巴抚平你一天的疲惫，心里总有期待，所以过得度日如年。每天我还买了新的很多别的衣服，比较好看的衣服。我想在充电玻璃赛的时候，我只能没洗头，刘海就油，所以就能中分。你怎么知道？只有适合你在春天，可以丢弃我的底线。昨天以你的是我实现，我的山楂树之恋，永远站在你的身边。我保证我的爱不会变。山楂不好吃，但是苏恩的山楂树之恋是什么？是最甜的。哎，小嘴抹了蜜吗？你们真是这么乖巧可爱。七号托尼老师为您服务。山楂是酸的，但是酸的山楂树之恋是最甜的。你是一只飞鸟，飞上我的树梢，从此我乏味的生活变得热闹。我知道你会为我停留。没有，我没有编弹幕，弹幕自己说的。我怎么会编弹幕呢？我不是这种人了。我以前可能会编，但我现在特别诚实。感谢我们猫猫的可乐鸡翅，谢谢我们家猫猫，谢我老婆。山楂树下站的我和你，我的山楂树之恋。只有适合你在，谢谢我们家少年的飞机，谢谢我们少年的飞机，谢谢。锁定与你的是我实现，我的山楂树之恋，永远站在你的身边。我保证我的爱不会变，共享永恒时间，像蝴蝶起舞。谢我们少年的飞机，老板飞机大，谢谢少年，少年么么哒。哦。谢谢我们鱼头哥哥的飞机，鱼头哥哥大气，谢谢鱼头哥哥的飞机，鱼头哥哥么么哒。只有适合你在回应春天，可以丢弃我的底线，锁定与你的是我实现，我的山楂树之恋。谢谢我们童子的可乐鸡翅，谢谢。谢我们童子的可乐鸡翅，谢谢。共享永恒时间，像蝴蝶起舞翩翩。每次懊恼在日相见很晚，不管相隔的距离是长或是短，能在一起的时候不要快，一直想慢。想和你有个孩子围着你团团转，世界变化不停，人潮川流不息，不在乎沉淀你肩膀上的经历。现在几点了？1点钟了，1点钟，大家有一种超凡动力是为你而打拼。爱你的坦诚像一面清澈的湖水，就算眼睛肿了，我也觉得是生命最美。许愿10年之后，你在我的枕边睡。那我唱一小段舞吧。那我唱首歌给大家跳舞好不好？要听什么歌？要不要听这首《山楂树之恋》？感谢我们余生哥哥的小姑娘，谢谢你的。我的山楂树之恋，只有适合你在回应春。可以丢弃我的底线，谢谢我们曲奇不是饼干的皇冠，谢谢。我的山楂树之恋，还跳舞啊？我可能不会跳很多，我可能只跳一只这样子，一只两只就不跳了。你的喜好，你的习惯，你爱吃的我都记着，你爱的高了我做不来，可以不可以直接跳？
即使第二天和你在一起会很疲惫，过得自由自在，肚子还疼吗？好多了。本来就今天刚开播的时候有点虚，还有就刚开播的时候因为有点虚嘛，就因为拉肚子有点虚，现在好多了。就可能没有穿的那个露肚子了，就着凉了肚子。说什么好念什么糟，心如此情却无从知晓。好，我怕来唱歌喽。我怕保不齐山楂树下站的我和你，我的山楂树之恋只有适合你在回春天，可以丢弃我的底线，锁定与你的是我视线。我的山楂树之恋，渣男语录多喝热水。我保证我的爱不会变，共享永恒时间，像蝴蝶起舞翩翩。唱什么恭喜新鬼升级到了七级粉丝牌，恭喜。哇哦，谢谢我们 S3S7 的飞机，谢谢你喽。哇哦，谢谢你两架飞机，谢谢我们 S7 哥哥的两架飞机，谢谢你的两架飞机。我要唱歌给你听了，你有想听的歌吗？你有想听的歌吗？不知道唱什么。算了，唱我拿手的吧，但我拿手的太多了，知道就有点纠结。拿手歌太多。在我的枕边睡，我用我的嘴巴抚平你一天的疲惫，心里总有期待，所以过得度日如年，每天会关注你生活的片片面面。你说心里话的时候，我想在充电，不理睬的时候，我只能自己去找空间。我的山楂树之恋只有适合你在回应春节，可以丢弃我的底线。你要听什么吗？我没有看见他的弹幕，我没有看见。那个 S7 哥哥发弹幕，因为哇哦，突然发现 S7 哥哥是，我现在我发现有好多很多新的就是观众，就黄皮小号都会给我送飞机，真的说明真的很喜欢我，真的挺非常的惊喜，就真的是突然发现我的直播间应该有很多隐藏的戴老板，都是没有什么消费习惯的那种，偶尔看一下，都不怎么玩斗鱼，然后都是黄皮，但是依旧会给我送飞机，可能是比较喜欢。哇，谢谢我们的 S 七，这真的都是黄皮，还有我们的西西里也是，都是很小的小号，对，都是新号，就是就几级的这种的，对，隐藏大佬，大家真的都是几级的黄皮的，就挺感动的。谢谢一豆哥哥的星际飞车，谢谢。就我刚才发现，因为我想问一下 S7 想听什么歌，然后我发现他弹幕我没有看到，因为不太明显，然后我没看到他有发弹幕，但我觉得他应该发了，只是我看不见他的弹幕，看不见。我的山楂树之恋只有适合你在回应春天，可以丢弃我的底线，锁定与你的是我视线。我的山楂树之恋永远站在你的身边，我保证我的爱不会变，共享永恒时间，像蝴蝶起舞翩翩。每次懊恼在日向前喝完，
管相隔的距离是长或是短，能在一起的时候不要快，只想慢，想和你有个孩子围着你团团转，世界变化不停，人潮川流不息，不在乎沉淀你肩膀上的经历，让你少分畏惧，还你一个少女心，有一种超凡动了是为你而想玩 BC 的班卡，谢谢。后来吗？就算眼睛肿了我也觉得是小迷醉，没许愿十年之后你在我的枕边睡，我用我的嘴巴抚平你一天。什么 BC 的班卡要听周杰，我要正在找唱什么吗？每天会关注你生活的片片面面，就唱这首吧，我想唱想听的这首歌，谢谢我们 BC 的小厨娘，谢谢。等你下课是吗？哦，不好意思，没看到。来唱《等你下课》。不是，就你就有的时候发弹幕，所以真的是不是很容易看到，就很认真的在看。得你们帮我复制几遍，然后告诉我，不然的话看不见。你住的巷子里，我租了一间公寓，为了想与你不期而遇。高中三年，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我找了份工作，离你宿舍很近。当我开始学会做蛋饼，才发现你不吃早餐。哦，你又擦肩而过，我耳机听什么？能不能告诉我，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都什么年代了，到现在我还在写着，总有一天，总有一年会发现，有人默默地陪在你的身边。也许我不该在你的世界，当你收到情书，也代表我已经走远。等钟声响，等你下课一起走好吗？弹着琴唱你爱的歌，暗恋一点都不痛苦，痛苦的是你根本没看我。我唱这么走心，却走不进你心里，在人来人往找寻着你，守护着你，不求结局。哦，你又擦肩而过，我唱告白气球，终于你回了头。藏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都什么年代了，到现在我还在写着，总有一天，总有一年会发现，有人默默地陪在你的身边。
也许我不该在你的世界，当你收到情书，也代表我已经走远。还听吗？就把你唱的无法自拔了，是真的吗？后来我准备唱，就刚刚我想唱的《情深深雨蒙蒙》，我要唱那首，然后唱完给大家跳一两段舞蹈，然后我就继续唱歌了，唱点甜甜的歌，适合唱甜甜的歌吗？我。多唱几首。好，你等我一下，我再唱一首歌给大家，我再唱一首歌，然后给大家跳舞，然后就坐下来跟大家聊天唱歌，然后玩，好不好？我鼻腔共鸣特别溜，大家专业，大家都专业的是吗？你看看啊，唱一首。哇哦，谢谢我们！哇哦，谢谢鱼头的飞车，谢谢我们 TT 的幸福圈，谢谢我们 S 七哥哥的又一架飞机。感觉是喜欢这首歌的是吗？谢谢 S 七的又一架飞机，飞机大起，老板牛逼，老板大起。我们鱼头哥哥的飞机，哇！谢谢今天鱼头哥哥好多飞机哦，跟有鱼头哥哥上个房管吧。就其实很眼熟你的，这几天，谢谢鱼头哥哥。哇，冠军你来啦！谢谢冠军的飞机。谢谢冠军，谢谢我们鱼头，谢谢我们 S 七哥哥，么么哒。我想唱《情深深雨蒙蒙》，可以吗？给你们唱一下这首。因为我这首歌，我记得是在斐济的时候，我当时刚就很想唱，一直在放这首歌，你知道吗？就会想到带爸妈去的时候。找不到了这个伴奏，搜不到了。等我一下下，我找伴奏。谢谢我们 BC 的幸福券。找到了，太久没唱班都找不到了，不是我刚刚看到了，然后就歌太多了，你知道吧，就会唱的歌实在拿手的歌实在是太多了，就不好找。 OK 宝贝，你剪头发明显好看，那是因为你没看习惯。情深深雨蒙蒙，多少楼台烟雨中，记得当初你侬我侬，车如流水马如龙，尽管狂风平地起，美人如玉剑如虹。情深深雨蒙蒙，世界是在你眼中，
相逢不忘为何匆匆，山山水水几万种，一曲高歌千行泪，情在回肠荡气中。情深深雨蒙蒙，天也无尽地无穷，高楼望断情有独钟，盼过春夏和秋冬，盼来盼去盼不尽，天涯何处是归鸿。谢谢我们 TT 的200个新的券，谢谢。情深深雨蒙蒙，多少楼台一言一钟，记得当初你侬我侬，车如流水马如龙，尽管过风披荆地起，美人如玉且如虹。情深深雨蒙蒙，世界只在你眼中，相逢不忘为何匆匆，山山水水几万种，一曲高歌千行泪，情在回肠荡气中。情深深雨蒙蒙，天也无尽地无穷，高楼望断情有独钟，盼过春夏和秋冬，盼来盼去盼不尽，天涯何处是归。几点了？1点多了，大家还要看跳舞吗？花的时候，我想在充电；不理睬的时候，只能。好听。就算只谈一场感情，好，除爱都是一时，可以明天看。不等于在蜜月套房游玩过，就可自入自出仙境，情愿获得你的尊敬。别跳了，都虚了。好。顶不住。那我给大家打游戏怎么样？哦，算了，太晚了，我再打游戏我明天又起不来。我明天有个我接了。不跳了吧？对，我明天有个商务，是我因为我忘了，我跟他说明天开始有个商务，22号，然后我要连播8天，这8天都不能停播，因为这个商务是不可以停播的，中间是不能休息的，所以从明天开始，然后这8天每天都会开播，是不是右边有个游戏，对不对？每天都要开播，就不能停播，所以这8天是连播的，一直播到月底。所以说每天都会见到，不休息了，就这接下来8天每天都在，所以每天都可以跳舞。今天播了很久，今天摆了地摊，下午去了直播了，然后晚然后回来之后继续给大家跳舞了，唱歌了。那明天还要明天开始每天正常跳舞，然后还要跳八天都不能休息。那我再给大家唱首歌，然后下播好不好？我们端午节休息的时候可以开心的来看，对。这八天都要每天都要播，都不能休息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今天暂时先不跳舞了，明天再给大家跳，太晚了，好不好？1点半了，
今天也跳了很多了，已经，今天也已经有跳很多了，然后明天再给大家跳，好吗？谢谢我们俊俊的飞机，谢谢我们鱼头的两个星期飞车，谢谢，谢谢我们小 KK 的飞机，谢谢。声音哑了是吗？好像有点唱哑了的吗？不会吧，清个嗓子，清个嗓子。谢谢，让我小 KK 的两架飞机，谢谢。不受命令就是一种最坏名字，笑我这个毫无办法管束的野孩子，连没有幸福都不介意。我是下午摆摊的时候喊哑了吗？哇、哦！谢谢我们鱼头的两个时空战机，认还有你的星际飞车认中的吗？谢谢我们家的鱼头哥哥，谢谢我们鱼头。谢谢鱼头哥哥的星际飞车，谢谢。哦，还有一首歌好听的，全炸出来了。反正就每次就跳舞就能炸出来，大家。所以真的说明一点，两点吧，说明你们有一方面我可能大家就真的很喜欢看我跳舞，就很喜欢我的舞蹈。感谢我们101的办卡是我的忠实舞迷，对吧？另一方面说明你可能是个老色批，现在别直播间没有人在跳舞，就想看我跳舞，还说你是我忠实舞迷，就是苏恩的忠实舞迷，还有说明你是一个就还是说你就是个老色批。嗯，哈，只想静静的看着我和我说画画吗？你猜你是什么？我猜你把我当成你应该不是舞迷吧，冠军？冠军肯定是老色批，是吗？都只有老色批。在座各位哪位不是老色批？不啊，很多正经人呢。我一直觉得我的房管都特别特别的正经，是房管的站一下，是不是都是正经人？我一直觉得我的房管都特别正经，就在我眼中，我的房管都是跟别的男人不一样。后来直到有一天，我看他们说骚话，骚到我惊了。我看到，哦，这骚话说起来，天哪，绝了！那完了，我不是房管。你们听我说来说，但是我没听，你们没听到我说但是呢。有几次我的房管说骚话，把我给惊到了。我一下他们在我心里面的人设崩了。就是我一直是觉得你们就特别，就我的房管都很爱我，我就觉得他们就是不是色批，就特别好的那种，就是特别好的那种。结果说骚话骚起来，就让我给惊呆了。让我有点惊了，肯定不是你，反正我就不点名了，不点名是哪个房管了，他是那弹幕说骚话给我，把我给骚到了，惊呆了。锤子说的好像是，好像不止锤子一个人，哈哈。后来原来说啊，既然能到苏恩的房管，那绝对是色批中的战斗机啊！你要这样子想。感谢我们楚阳的六六鱼丸，可是我觉得不是啊，就我就觉得，就谁说是，我觉得他们就是色批中战斗机才不是呢！你怎么能这样子说他们？说我的房管呢？才不是，我的房管就都很好的，就很爱我，然后特别特别，从来都不会，就不是那样子的。后来发现男人好像都一样。
虽然你很好，但是也是一样好色，这很正常的事情，就是很正常的，对吧？毕竟苏苏身材如此。嚯谢谢我们小短短的飞机，谢我们小短短的飞机，感谢我们 USR 的，欢迎我们 USR 哥哥，谢谢我们小短短的飞机，谢谢。太自恋了吧，我没有啊，这个不是事实吗？嗯，不是事实吗？为啥昨天说今天多跳，结果又不跳了？我今天下午摆了地摊两小时，回来我也跳了舞了呀！你们为什么要这个样子说？你的 ID 还是我的名字，你还这样子说？我真的有的时候不太懂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我都很难过，你知道吗？你说这种弹幕的话，我会觉得你一点都不会去，就感觉就很难过。说句感谢，却总理所当然的拥有了一切。说好听点是背井离乡了四五年，可是从来见你将所有眼都不缺。感谢我们吹雪的小厨娘，谢谢。妈妈说你就喝得少一些，妈妈说你饭吃得饱一些，妈妈说你觉睡得早一些，妈妈说你车开得慢。妈妈说你家回的早一些，妈妈说你穿的有难一些，妈妈说你离别的时候都笑着挥手，可是我扭头就不敢再回首。我知道大家很喜欢看我跳舞，我知道我很开心自己的舞蹈能够被很多人喜欢，然后想要去看，而不是想去看别人，而每天只想看我跳舞。我很开心大家这样子，但是跳舞和唱歌不一样，我可以一直唱歌，跳舞它是真，我跳舞是比较有力量的，所以每次跳完之后其实是真的是很就会流很多很多的汗，那就是真的会很累，但我跳的一直都是相对于别的女主播来说，我一直跳的是比较多的，能跳，只要我能坚持，我知道我想，只要我能坚持，我是不是那种偷懒的女孩子，我不是那种会偷懒不跳舞的，就大家知道我直播，一直知道我是这样子的人的呀，对吧？啊，如果你。但我希望你，如果是因为舞蹈了解我的，那我希望你能，就是，去通过我的舞蹈以后去了解我到，了解到我这个人，然后除了舞蹈以外的东西，我希望我能有除了跳舞以外的地方能够让你喜欢，或许现在还没有，但我希望慢慢我们之间可以互相了解更多一点，然后让你。其实我还有很多别的闪光点，好吗？谢谢我们鱼头的飞车，谢谢。就希望你们喜欢我，就喜欢我舞蹈，我很开心。但我希望你们能除了舞蹈，能喜欢我更多的东西，就是我的这个人，因为我是苏恩，好吗？对吧？然后就是我会觉得好像，谢谢 AM， 我天哪，谢谢 AMP 哥哥的幸福卷，谢谢你的幸福卷。主要刚回归这几天，我啊、哦，有时候真的很委屈说这种话。我是六月一号回来的，我已经回来22天，已经快一个月了。我之前每天高强度跳舞的时候，你们原来就你不会说我，但是我
你不能让我真的一直在笑，我今天下午。哎呀，这样我会觉得很委屈，知道吗？啊，我不知道说什么，我就是觉得，啊，好像你们都。转过身，你们也走远，恍然之间，时光早已飞逝多年。那个孩子抱着皮球在遥江公园，那个男人讲着自己坎坷的从前。从来不曾说句感谢，却总理所当然地拥有了一切。说好今天是背景，你想了四五年，可是从来柴米酱醋油盐都不缺。妈妈说你烟抽得少一点，妈妈说你酒喝得少一些，妈妈说你饭吃得饱一些，妈妈说你觉睡得早一些，妈妈说你车开得慢，妈妈说你家回得早一些，妈妈说你穿得要慢一些，妈妈说你离别的时候都笑着挥手，可见我扭头就不敢再回首，牵你们的手在黄昏以后就足够，真的足够、
好多了，没事没事，好多了好多了。是这样子的，就今天从，其实本来今天从那个，就下午摆地摊嘛，然后，摆地摊回来的时候，就很多人，就，今天虽然说拿了第一就很开心，就说因为米儿的水友，然后还有小静的就是有帮忙。然后拿了第一什么之类的，然后但是你知道，就越是他们帮忙，我可能就其实摆地摊的时候，可能就有一点，就是有一点难过，就是会觉得就是就情绪就已经就情绪就有一点不太好，然后我就在想，就在反思自己，就反思自己说，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是觉得是我可能是不是做得不够好？就陪你们的时间，之前停播两个月嘛，然后觉得是不是因为自己陪伴你们的时间太少了，所以今天。就把地摊回来以后，我就觉得还是想多陪你们一会儿，我觉得可能是我的问题，所以现在很累，虽然很累，但还是想开播，然后还是想给大家跳舞，然后也跳舞了，然后也唱歌了。那我要一点多了，要一点多了，我就看到，我就觉得可能很多人说，可能还有我的名字的 ID， 我只要去说你为什么又不跳，但是我明明今天已经跳了。我就觉得好像真的是我的问题，就原来就为什么真的就只是喜欢我跳，就根本不会像别人，我真的很羡慕米儿，羡慕朋友，为什么真的，我就觉得我觉得自己好像很失败，我觉得自己做主播好像很失败，为什么你？为什么他们会你们会这样子对我？就难过，你知道吧？有点难过。就有点难过，就今天我看到，就我知道你们会经常说，你看很多，你看别人说什么你就输了什么之类的，看黑你的人，就其实我不会看那些黑我的人说的话的，但我害怕的事情，我在乎的是喜欢我的人对我说的话。感谢一头哥，但主要是今天看到就喜欢我的人就带着我的 ID 就会去说我，然后我就觉得，那你喜欢我，可是你也在说我，然后也要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是不是我的问题，是不是我陪你们的时间太少了，所以你们。那不会像喜欢别的主播一样，然后去真的去对我好，喜欢我，我就感受不到你们的爱。就有点难过，
感觉。笑着挥挥手，可见我扭头就不愿再回首，牵你们的手在黄昏以后就足够，真的足够。好，三级牌子，可是他也是有三级牌子的呀。可是说明他有三级牌子，他是喜欢我的。可是喜欢我的人都跟我说这些话，我就会很难过。我说过我不会去在乎那些不好的声音，那些根本就不理解我不喜欢我的人，我没必要去在乎。可是，那你如果你喜欢我说一句话，我就会去在乎你对我说的话。所以说，你发弹幕。那你如果你是有牌子，你是喜欢看我的，但是你跟我说的话，我就会很。我就会去想，我就会去在乎，我就会去我反正是自己。好，主要今天两件事情就从下午开始就有点崩，就再加在一起就有点崩掉了。好了好了，好了好多了，我好多了，我好多了，我隐形眼镜都掉下来了。好啦。我知道了。好的，晚安。我下播了，小号休息，晚安。你跟我说句晚安吧，好不好？我看一下你说晚安，谢大大的办卡。上我的思念，喳喳喳喳，晚安，拜拜，晚安，晚安，君君，晚安。